天是2021年3月23号，我现在要做的题目是奥量数学，象棋选解第七把，把编号为积极44、12这道题 ，x 加一的平方除以 x 方加一的平方 dx。第一步，先将这个展开，变成了 x 方加上2x 加上一除以 x 方加上一。再把 x 方加一和 2x 给分别除了一环，就变成了 x 方加一的平方除以 x 方加一，就是 2x 除以 x 方加一的平方 dx， 就等于 x 方加一除以 x 方加一的平方，就是 2x。除以 x 方加一的平方 dx， 因为 x 方加一永远也不可能零，不等于零的话就变成实数了，所以放心预约。就等于这个是 x 方加一分之一 dx。加上二倍的 x 除以 x 方加一的平方 dx。我们发现，以大多数教科都在使用笼式脱分结构为例，它使用高强度坐舱，以分析可以做出两部分。这就等于 arctangent x 加上二倍的 x 除以 x 方加一的平方 dx。那现在令这个 x 方加一等于 u， 那么 x 就等于根号下 u 减一，那 dx 就等于二根号下 u 减一，这个就等于 arctangent x 加上二倍的这个是。这个是 u 方除以根号下 u 减一乘上二倍根号下 u 减一分之一 du， 这两个约掉，二分之一提出来，这个二约掉，这叫 arctangent x 加上这个是 u 方分之一 du， 这 arctangent x 加上。这个减去 u 分之一加上 c， 就是 arctangent x 减去 u 分之一呢，就变成了 x 方加一分之一加上 c。好，现在我们验算一下。好 ，arctangent x 减去 x 方加一分之一加上 c 的导数，就等于 x 方加一减去 x 方加一的平方除以负的。x 方加一导数，这是 x 方加一一减去是 x 方加一加 x 方加一平方除 2x， 就等于 x 方加一的平方除 x 方加一加上 2x 除 x 方加一的平方，就等于。等于 x 方加 2x 加一除 x 方加一的平方，就等于 x 加一除以方除 x 方加一的平方。最终答案就是 arctangent x 减去根 x 方加一分之一加上 c 13。好。
现在咱们就做第十三行。下一道题呢是负 x 方减二，下一题个呢是负 x 方减二除以 x 方加 x 加一平方。负的这个是方加上 2x 加1减去 2x， 这本来是加2的才加1，是 2x 加1除 x 方加 x 加1的平方。Thank you.